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玉安。好，等一下开始游泳的时候，教练要帮你摄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转过去，来跟你的教练说你要开始游泳了，跟你的教练说，跟你的教练说，那个教练，国成，他妈妈说要帮他录一趟。熊姐说的，我已经开始在录了哦。不能漏气哦，今天这个一定要游完二十公尺，知道吗？不能漏气。来，对着镜头说，来，对着镜头说，你会不会游完二十公尺？好，来，预备，来开始。